奥摩斯港最近在筹办一场花卉博览展。附近有一股特别的气味。久居香氛之中，会让嗅觉变得迟钝，沉湎于强烈的情绪，会蒙蔽人的理性。我是从枫丹来的调香师，名字是艾梅利埃。重组，雾散吧。异世的勇者与其同伴，会为这个世界重新带来和平。哎，胖胖鼠说话了。早上好。怎么不是孟阿明？你们的这位猫友朋友，应该不吃胖胖鼠吧？我只记得自己在大巴扎看书。醒来时就已经是这个样子了。坐在玩具小车里原来是这样的感觉。你还真是到哪儿都玩得起来。呜呜，空中列车开动。啊，这趟冒险还真是不简单。难道每个故事里的勇者都这么累吗？如果真要我回答所有的问题，我们恐怕得准备在这里参加下一次学院争霸赛，去会会把这里搅得一团糟的家伙，这个世界的巨龙。